18岁嘅李若彤近年长驻内地发展，而且不时拍片分享生活点滴。近日佢趁空闲时间去咗吉林延吉旅游，当日佢去咗水上市场，不断咁样试当地美食。最令人意想唔到嘅系佢帮衬街头按摩，完全冇明星架子，非常亲民。而喺按摩嘅途中，佢被大批游客认到，纷纷要求合照。见惯大场面嘅佢，逐一同粉丝合照。不过最尴尬嘅系，有位女士竟然话细个已经睇李若彤嘅剧集，唔小心暴露。李若彤的真实年龄。